2019年香港爱心跑。举办这次活动的目标是为本港有需要的儿童及家庭筹款，直接资助他们参与兴趣班及课外活动。这个津贴计划上下学期资助金额各1100元，全年度资助总额为2200元。今次活动每位跑手的报名费是280元，每四名跑手参加就足够资助一位学童半年的课外活动费用。得到多元学习机会的同时，参加者身体力行，以支持及勉励有需要的儿童，要有坚定的意志和毅力去面对人生中向前的每一步。今次的主办单位是爱心力量 Power of Love，宗旨是致力为改善中国偏远山区的教育环境，和令到儿童有机会接受基本教育，同时间亦都关爱及辅助弱势社群，包括长者、贫困家庭、儿童及长期病患者。爱心力量的服务范畴包括筹办交流团，由本会干事或者义工亲自带领香港学生及家长前往由本会资助重建的山区学校作交流，并深入探访农村家庭，藉以体验农村的生活。关爱长者，探访安老院的院友、患病及独居长者，关顾低收入家庭及贫童，关注长期病患者，例如帕金逊症及肾病患者，筹建香港最具规模的非牟利洗肾中心。中国的服务范围包括筹建学校、维修校舍、捐赠图书及教学设备，以及推行助学及奖学金计划，令一班不能够缴付到书籍费而被迫停学的儿童能够继续升学。而海外服务范围包括援助缅甸孤儿及儿童。大家想继续支持我们爱心力量，可以上到我们的网站 www.pol.org.hk， 或者跟踪我们的 Facebook page， 你都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动向。多谢大家的支持。